特别的感谢中国联通公司给我们运动员来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。我们拥护联通，联通最棒。我是马龙，我是陈梦，我是丁宁。乒乓在握，一场全民乒乓盛宴等你来战。乒乓在握，你就是下一个冠军，你就是下一个冠军，你就是下一个冠军。